现在这里红龙被他加入米台的样子，那个我看铁柱嘛，那个什么罗老师啊，那个都有，罗老师嘛嘞，人家罗老板现在背的，那是个老多年的标牌，哎，经过水利部批过来，最后领导罗老师你签下，那个话喽，啥的呀，然后。六千五的电视用过，那一户里面门禁都少掉，门禁在这电话里面底价标下了，是。还没来，把货没来的干嘛？在阿龙平那边呢，我都多少块的呀？多少块的呀？超三块钱，我买了这里，那他一进来就行。这老奶奶那个六千五的嘛不老，俺的新郎来，你要买吗？好吧，我给来吧。